昨天去找榜一大姐奔现，没想到却惨遭翻车。还是回家吧，哎。喂。喂，铁子。你小子来我这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咋知道的？你昨天发朋友圈我刷到了。抱歉啊，我过来办点事，所以没跟你说。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过来找我。啊，行，那你等我吧。嗯，好。你可算来了，帮我一个忙，我请你吃饭。啥忙？你先说。帮我进去相个亲。相亲？你条件这么好，你还需要相亲啊？没办法，家里人安排的。那行，等完事之后你请我吃火锅。行，没问题，走。行，交给我了。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，居然是他。Hello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不会是来和我相亲的吧？恭喜你猜对了，你真聪明。你为了和我见面，你至于吗？还用假照片糊弄我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见面。哎，这下误会更大了，决定先找个工作。你好，我来面试，这是我姐。怎么又是他？